什么叫做真的喝醉无意识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 有一次就喝那个伏特加，然后我就一直喝，有喝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很饱。一群朋友去冲浪，他那个东海岸啊，他不是像那种西部的那个沙滩，然后他可能你可能十公尺，对，然后就超深渊，就明明就但是你不会游泳，没有人相信。嗯，一直到我真的是已经就是手已经，我跟你讲再过五秒，就我真的就溜走了。就蔡翔，你是什么组？赛德克。赛德克，危险，小心啊！危险，只要不要得罪会出场。我跟你讲。他有日本血统，要不要直接把他？赛德克族现在应该算是人数不多哈。嗯，对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到很少。那你好白哦。对啊。就是看我这样，莫名其妙。你们两个常常晒太阳，我也没讲什么。你讲肉节目的太阳很亮。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都是赛德克，还是我妈妈不是？哦，妈妈是就是汉人，所以比较白一点。但是我们家族都很白，都很白，对，遗传到妈妈的皮肤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家是赛德克白的。赛德克巴莱，他那个电影不是女生，其实也白白的。嗯，对，没有那么颜色那么比较白。是 model 吧？好，宇哥好，我是米酱。米酱，打雁。米酱，就酱。米酱是哪里的？打雁，泰雅的。泰雅，宜兰的。宜兰，哦，宜兰这个水就出美女，真的。单身吗？哎呀，可惜了。原住民都不会喝酒。这个有这个困扰的请举手，就是看到你们原住民就觉得你们很会喝酒请举手。都有女生都有，你们有吗？就是看长相。所以你没有吗？我讲你不是嘛。不是啊，你看那个孔小姐她就很看起来就很会喝。今天讲这个误会是说汉人对原住民，你们怎么原住民误会原住民？对，就是像这样的误会我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比如说你米酒可以喝几？我真的没有碰过哎。那啤酒也没有，真的还没有喝过酒。哎，有稍微喝那种调酒，就是就是什么 pub 里面那种调酒吗？对对对，那一种。那你可以喝几杯？一杯。一杯吧。哦。奇怪，我想说他怎么没有喝，肤质还会这么差？对。为什么大家认为原住民会喝？你会不会喝？我会喝啊，但我要看酒喝，烈的我就比较不会，像小米酒啊，或者是。小米酒是烈的。这算已经算是烈的啦，就是度数比较很强的，度数高的我就比较不会，因为都是在喝啤酒，喝习惯了。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原住民不会喝酒？因为可能他们接触的到环境吧，朋友可能带他们就是一个带一个，一个带一个，然后可能就我们环境就是这样，就像康哥讲好客，然后就变成连锁反应，就变外面传一个说，哎，原住民真的很会喝，原住民真的很会喝。他们是刚好去部落遇到会喝的原住民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去酿酒。是在祭祀，嗯，还有包括就是说有客人来啊，我们要端出来，平常哪有什么酒可以喝，不可能嘛，对，还有丰年祭，你们很多人喜欢来到部落里面走走看看，对，我们当然也是要稍微招待一下，你们就以为我们爱喝酒啊，对啊，任会喝两杯的请举手，米酱，米酱，你刚刚没有举手是不是？你也会喝两杯啦。其实我本来是不喝酒的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朋友就说你们原住民都很会喝，那我想说是吗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然后有一次就大学就跟朋友一起去喝酒，然后就喝到一半，就我以为我会醉，就没有想到奇怪，你们越喝越清醒，大家都倒了，有点无聊这样。不要太久，你这个是发暂帖，你知道吗？是发暂帖了呢。可是里面看起来。蔡翔不像会喝，他会喝两杯。对啊，很秀气呢。嗯，我还蛮喜欢喝酒的。对呀，等下你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？亏你长得像日本妹啊，画面啊。我之前在国外的 bar 看到，就是亲眼看到有人就是喝到吐出来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可以吐出东西。然后我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觉得我也好想体验那种感觉。想吐。对，就是我想。可以靠怀孕，不一定要喝。我想要有那种什么叫做真的喝醉无意识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有一次就喝那个伏特加，然后我就一直喝，有喝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很饱，然后很不舒服，就这样喝撑了啦，就是很饱，然后那你大概喝了多少？就是半瓶。可是有加调酒。哦，有加别的饮料，红酒调的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没有醉嘛。没有，就是很饱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就是很饱，可能喝八八奶这样，还是会晕晕的啦，一票这样子，还是有点晕晕，但是不会到达那种像我们东倒西歪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哇塞，他看体质。人嘛，赛德克哦，赛德克厉害，来 number three， 原著有没有？对啊，没有吗？其实都没有很幽默，我就不会很幽默啊。对呀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好笑啊，我不好笑嘞。蔡翔，你觉得不是这样？我觉得不是哎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震惊的人呐，所以我们以前有举办，你酒都喝不醉，你当然震惊了。就是我不会，我不是很幽默，就是我们还有笑话比赛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好像还不错，然后我就去参加，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冷，或者是在身边朋友聊天，就大家都没有想要接我的话。就不喝酒，但是没有人想要理我。如果是族群来分的话，阿美族真的蛮好笑的。阿美哈，泰雅族就蛮据点的。是，对啊，据点讲话就据点，就大，对不对？就有一次就是跟一群阿美族的朋友，我们去餐厅吃饭，然后刚好那一群就真的就是九族十族，就很多一群就是不同族的这样，然后。那时候阿美族特多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哦，那我们来就是来表演，然后又有喝酒嘛。”然后就他们就很嗨，三秒就整个全场就是连门口，然后都一起来跟我们跳舞。好，来第二组来泰雅族这样，然后因为我们泰雅族很不想输，那种赛德克的那种精神。后来我们就也是一群哦，然后一上去之后，然后就我们永远就唱那个我们的那个。因为说了，因为对，再说，就永远，因为阿美族他们可以连唱十首，就是那种很嗨的歌。一到我们之后，因为说，然后就前面气势很重，然后因为说，然后就整个荡掉下来。然后好，我们先听泰雅族的。因为说啦，因为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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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说啦，因为哟。你看，这里就是全部的人都会唱。因为说啦，来拿我。首歌，所以我们永远就是那一首。你们是出来叫人家冷静的吗？对啊，是你不送的，你找我吗？你除了会喝酒之外，你会运动吗？我其实还蛮喜欢运动的。是，你都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一个人的运动，就是喝酒加 NTC， 然后拳击、跑步，就是只要拳击，拳击哦。对，是是。然后我真的也不会球类，我觉得那个很可怕。对，其实。原住民就是棒球很厉害嘛，男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女孩子就是跑步很厉害，跑步、跆拳道那些之类。哦，撞球不会怕吧？撞球不会，我们家有撞球桌。对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比较秀气。就是因为人家很多原，他们都会说，你们原住民很会运动哦。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田径队的。就是那个跑步，对啊，那很厉害。我们住山嘛，对，就是你看你就会觉得说，对啊，你们原住民会运动啊。没有，我说你参加田径队很厉害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其实我们泰雅族都住山嘛，所以我们跟山路比较熟，所以他是散步啦，我们是慢跑。哦，跑步对你来讲是慢跑就日常生活。可是我真的很怕水，因为我很少就是去海边。然后小时候第一次去海边应该18岁吧。哦，已经很晚了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什么机会去海边，然后平常就是没有停过，就是可能经过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我们去冲浪嘛，然后就一群朋友去冲浪，然后我想说好吧，去晒个太阳好了，然后结果因为你知道在那个乌石港那边冲浪的时候，它那个东海岸啊，它不是像那种西部的那个沙滩一样，它可能10公尺，对，然后就超深，然后我突然之间，然后我就太紧张，踩不到底，也踩不对，就踩空，然后我就因为男生比较多嘛，然后我就说我就是我很紧张，抱我抱我，哇塞，整个沙滩都来了。然后觉得他们说啊，你假装你最好，你原住民就，但是你不会游泳，没有人相信。嗯，一直到我真的是已经就是手已经，我跟你讲再过5秒，我真的就溜走了，真的。